鳟鱼说笑话，让你不再尬。我是吕思萱 ，Trout Fresh 新鲜鳟鱼，欢迎来到思萱就喝酒的时间。最近夏天哦，你是觉得很热？是，你一定是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准备了几个冷笑话要跟你们讲一下，帮你降温。讲完之后，工作人员评分1到5分，5分就喝酒，所以准备好了，回去哦。吕思萱每次猜拳都输，屡战屡败。你要问啊？没有就不要问，就是要自己答，然后再控才好笑。他们在笑了，你有感受到？2分2分。九。想看更多歌手影片或是听我讲冷笑话，就订阅 Hit FM 官方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